你这伤口恢复的可真够快的，再过两天啊，你都能跑了。到底是什么药啊？怎么这么神啊？前两天跟你说你还不信，这是我家祖传秘方，真的。我们家几代人啊，都在深山老林里打猎，受了伤全凭这个。真的？那可不，服了吧？服了。哎，不行，好多好多。哎呀，还真行啊你。来，拿上，回头把药方子抄给你啊，谢谢了啊，我送你出去。没事，不用。舅，舅，慢点，今天晚上连对我个连环灰，你上回蒋开唱那歌你还不会唱，你再蒋开再唱一遍吧。对，团长找我还有事儿呢，我回来再教你们。哎呀，啥事儿？就教一首歌，还没好。把罐给小梅，拿。回来再教你们。哎呀，小梅唱再好，不会唱。拐拿上，拐拿上。自从新八旅进驻中萧山以来，大小仗也打了十来次了。几次都承蒙贵军的援手，在下一直是心存感激啊。这次小鬼子偷袭我吕布，你们八路军又是鼎力相助，在下真是感激之至啊。我对各位也是仰慕已久了，今天一见真是三生有幸啊。段队长抗战数年，一直战斗在前方，立下了赫赫战功啊。这次进驻中条山，也是每仗必赢，打的小日本是闻风丧胆，是令人尊敬的抗日英雄啊！确实，相逢恨晚，大家都是一家人，就不说那些客套话了。段旅长也是个大忙人，有什么事您就直说吧。我们能帮则帮，帮不上也好提个建议吧。啊，我此次前来。确实出于感激之心，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也愿意和二位就目前的抗战局势共同探讨一下。我们正有此意，我们这儿有一个土制沙盘，中条山大致脉络是非常清楚的。段局长请。好，请。你跟旅长之间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他去灵团，你都不知道？什么西点军校毕业的，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我跟他说过多少遍了，不要和八路军走得太近，会有麻烦的。不要透露风声罢了，没必要因为这种事情把关系搞僵了。如果不打仗，他会做什么？放羊、花、种田、洗衣服、做饭、收拾家。他的一生会简单、快乐、美丽。你会悯农吗？好啊。没想到你会来，伤怎么样？好多了。他骗你的，他那枪是骗的。他怕我。笑什么？你跟小孩子也认真啊？他们不懂事儿。怎么还笑啊？我觉得你这样子。一点也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哎，不高兴了？没有，我这人不太会。不太会高兴。别盯着我，不习惯。走走吧。你为什么老背着枪呢？这是习惯。你话真少，
你为什么会当兵啊？抗日啊。你认为女人不能当兵啊？女人当然不应该当兵了。没想到你还是个封建脑袋。哎，枪打得那么准，跟谁学？我爷爷。我们家几代人都是猎人。难怪世界上好的狙击手都是猎人出身。狙击手？就是神枪手。哦，我们家几代人都是神枪手。你知道我当兵几年了？四年。跟你从军校毕业差不多。你怎么知道我的情况？我看过你资料。为什么要看？因为咱们要一起执行任务。我不跟你们一块执行任务。你是在关心我啊？我觉得你这个人心挺软的，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才不是呢。不是什么？我心不软，我不关心你，我也不会跟女的一块执行任务。你怎么跟小孩似的呀？说翻脸就翻脸。大少爷，你们那个旅长正找你呢，我先去一下。哎，我说，你这个伤啊没好利索，就在家歇着呗。你出来瞎跑什么呢？那碰见坏人怎么办？去去，哄小孩呢。哎，我说，你们在一块儿有什么可说的？有什么可乐的？你这话听着可不顺耳啊。哎，我跟你说，他可是国民党的装军军官，你跟这种人在一块儿，那得增强警惕性，你知道吗？我警惕着呢。别拉着脸啦。跟驴一样长了，赶明老乡拉磨你去吧。都不躲你，你又何必这样？你和你丈夫都是军统的人，那就是了。监视者和被监视者，你以为我们是什么关系？你绝不是我的监视对象。是你丈夫的监视对象。就不能心平气和地说几句话吗？你和八路军接触频繁，会很危险。什么意思？你很清楚我的意思。两军两党利益立场截然不同，非此即彼，早晚有一天会分道扬镳。你这样脚踏两只船会很危险。你多虑了。都是中国人，不过是偶尔一块打打鬼子罢了，谈不上频繁。你们戴老板不会在打鬼子的事上也有什么意义吧？能不能不要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我们不是敌人。您可什么都不是。你想怎么样？别再找我，别再理我，别再用这种眼神看我。
我以为你变了，你从来都没有变过。我本来是变了。那你就走，不再见面，不再痛苦。不，我求你。芥川是冲我来的。你太高估自己了，他是冲中国军人来的。我的事儿，你以后就别再操心了。我也不会去打扰你，你的生活，你的幸福，我们就这样吧。宁可是路人，也不要做敌人。我们是路人，不要再理会彼此了。永远。挺能琢磨呀你啊。看给鸡吓的，行了，别练枪了，练练牙口吧。这核桃对身子好啊，来，动静别太大啊，这腿还没好利索呢。你给大家伙分着吃吧。娇儿，等你伤好了，我送你一支那个带小镜子的枪。吹吧你，除非你是老蒋他儿子，希特勒他爹。你爱信不信，反正我信。今儿个黑心，我就给你弄了，拿着。哎，你拿着点吧。是吧？别难过了，也不要再自己折磨自己。我们都还年轻啊，等打完了仗，我们还可以再要一个孩子。今天是云月两岁的生日，他要是还活着，他肯定会叫妈妈了。他一定在怨我，让我为什么没有去看。我为什么没有保护好他？对不起，对不起。
连长，逆舍贵子前两天刚偷袭完吕布，他会不会特别紧张？你还怕咱们偷袭他？咱们可千万不要钻到圈套里头去。笨，你以为小鬼子傻呀？不傻，段丽傻呀？也不傻。那小鬼子戒备森严，那是肯定的。我琢磨着呀，这鬼子绝对想不到段丽在这个时候会偷袭他们，那咱们就有机会了。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我观察过了，那个巡逻队啊，三分钟一趟，咱们能过去。哥几个，听我招呼啊！我喊一二三，咱们就冲啊！是。一。为什么不让我一起去呀？任务？什么任务啊？我可是让他在家好好琢磨两军共同抗日的方案。这小子就是坐不住啊！哎，我可是让他一步都不允许离开的呀。我刚刚看见他带人出去了，大刀告诉我他们要干大家伙的呀。大家伙？坏了！他一定是惦记那个带小镜子步枪，摸鬼子连队部去了。这臭小子，这是要捅娄子的呀！马上派人接应，快走！一会儿你们几个留意，过去的时候千万别把这几个小铁包板碰响了，啊！小亮，到。连长，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吧？别废话。来，哥哥。一会儿我先进去，你们听我的信号，没有我的命令，你们谁也不能乱动。听见了没有？一会儿都绷着点神，注意脚底下有地雷啊。连长，你慢一点。我咋觉得今天心慌的很？你心慌啥呀？连长，你不放心呢？信号呢？等他妈什么信号？等完信号，连长死了个屁的！你动个球啊！你要害死连长！小刘，住手！你们留下，其他跟我走。大刀，走。小刘，
報告、敵の軍隊が我らを奇襲した。八郎君、目的は何だ。わかりません。二目殺し、ひどい逃げた。八郎が奇襲攻撃、あれだけの少人数で。八郎殿はずる賢い、きっと何か企んでるに違いない。追わずに守りを固めろ。はい。小刘，当兵十年，是老革命、老红军的，你怎么就不能改变你的游击习性啊？我批评过你多少次，你就是不听。为了自己的私利，擅自决定不惜拿战友的生命去冒险。你，团长，枪毙我！你认为你不够资格枪毙吗？来人！把他关起来。联系射击呢，正文，你打过机枪吗？打过，但是有的时候一支步枪能抵得过几挺机枪。在国外，狙击手又叫做个人炮手，800米之外压制敌人火力，这点机枪可做不到。可是，俺长官嚼了咬铃链了，还是不够稳定。重点是要理解透稳定保持的意思，它其实就是一个过程。当你扣动扳机释放装针之后，你必须保持连续的全神贯注，直到这个后坐力的过程完全消失。长期练下去，你就会养成一种心理和身体上的习惯，每次扣动扳机以后不受任何干扰，就像你根本没有打出这一枪一样。你试试。吃一点饭吧，你都一天一夜没吃饭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身体都垮了。你就吃一点吧，就吃一点吧。连长，小梅，你这人就是头脑简单，还好强，什么都跟人家比。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吗？就为一小镜子。是。以后我要再怎么惦记那个小镜子，我他妈就是个畜生啊！我他妈已经是畜生了，我就是个畜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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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个畜生。别哭了，你要好好反省自己。我是个畜生，我他妈是个畜生，我。
坐。班长，想毙我吧？你不要总是什么死啊死的，认为这样就能减轻你的内疚吗？你哭有什么用？能哭回你战友的生命吗？你应该好好的从你思想的深处查找你犯错误的原因。你不只是一两次了呀，多少次提醒你不听，以前没出事，那是你运气好。可是一旦出事，那可就是大事儿。同志，我们是在打仗啊，这么多活泼可爱的战士的生命托在我们指挥员的手上，你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你懂不懂？我懂。完了，完了。你也别跟个娘们似的哭天抹泪，让人看着受不了。团长，到底要怎么处分大川啊？最严肃处理。团长，给他个机会，让他再消灭几个鬼子。你给我起来！你下次如果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会亲手毙了你。团长，什么任务？这次你是戴罪执行任务，你没有资格当连长了，只是普通的一个士兵。是。团部决定，李九儿调到侦察连负责情报工作。这次任务主要由指导员邹文负责，九儿负责协助工作，明白了吗？是。从林团方面得到的消息，日军华北野战军要组织一个少佐以上的军官团到中条山一带进行视察，下午5点左右要经过小黄庄路口。消息准确吗？林团方面为了获得这个消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情报十分可靠。你带一个连从这里直插小黄庄，对外就说侦察敌情，对任何人都不要泄露此行的目的，非到万不得已不要用无线电联系。是。等等，你的这次行动要经过林团的防区，我已经跟他打招呼了，他会派人协助你们的。我们自己能完成任务，千万不要低估你的对手。我就你这么一个神枪手，你也说过芥川的枪法不在你之下，有时候还要胜过你一筹，你需要帮手。可是跟八路军合作很麻烦。你怕什么呀？啊，重庆方面追查下来还轮不到你吧。执行命令。是。我们今天就是一个例行侦查的任务，新兵留下，老兵跟我出发。还挺亮的，吓死了。幸好没意外。为什么又是我？因为你是最好的班长。哎，你去干啥？执行任务。你是不是想做第二个多连命？你不想活了呢？啊！你拍马屁得挑个时候吧。那兴隆的专门拿新兵杀一儆百，你不殒命了啊？胡说八道，啥也不懂。站住！没听到我命令吗？新兵留下。报告长官，俺不是新兵，俺入伍3个月了。没我的命令不许乱动，跟在我身边。是。执行任务。例行侦查。
段旅长和林团交往神秘，还带龙少卿去过林团。此次执行任务，还排斥我们的人，恐怕又是和林团有关。上峰一再指示我们严防八路军的渗透，况且龙少卿这个人的通敌嫌疑还没有查清楚，我怕会出什么乱子。你给我盯紧点。是。你说去。你去呀。连长。别叫我连长，叫名字。连长，那天真不怪你，怎么没有听你的命令擅自行动的？这我给组长都汇报了呀。他嘴笨，他说不清楚。要不然我再叫团长去说说去。走，回来。我今天正式告诉你们，以后一切行动听命令，听指挥。谁要是敢再擅自行动，我他妈毙了你们！是，连长。别叫我连长。洪连长。不是连长。我们愿意叫你连长。是啊，连长。连长，连休息。冯参谋，指导员邹文现在代理连长。谢谢贵部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哎，冯参谋，你说这话见外了啊！共同抗日，啊，这是我党我军的一贯原则。我们说一下作战方案吧。啊，何建兵。走。我们在这个位置。到这儿，然后射击。你说那个国民党小军官耀武扬威的像个小公鸡一样，一点人性也没有。我要是国民党，才不替他卖命。哎，连长，你说这些兵能服他吗？闭嘴，别破坏抗日啊！兄弟，咋？又跟着那个长官出来了，不怕死？哎，你们子弹够吗？俺枪法准，枪法再准，没有子弹也没用。俺打的是战术。对，你们身体好，跑得快吗？小兄弟，上次谢谢你啊，没想到你这么小还那么勇敢。
你也比俺大不了多少啊。你当兵几年了？应该跟你差不多吧。跟我差不多啊。我当兵4年了。啊，都4年了。嗯，那应该老兵长官。什么老兵长官？你别看俺军龄虽然短，但是俺训练科科门门都是优秀。是吗？啊。那我考考你。吓着你了吧？你告诉我，这种情况下你该怎么处理？开枪呗。开枪？啊。你们两个这么近，你朝哪儿开枪啊？往敌人胸部开枪，因为胸部离得最近，面积又大。错。你朝他胸部开枪，他会本能的朝你胸部开枪，知道吗？你要朝他肚子开枪，这样的话，他也不叫。哎，就是这样的反应，知道吗？集合，全体注意了，集合。出发。冯连长怎么了？他犯错误了，连长被撤了。什么错误？打仗这种事儿不是难免的，今天你是上尉，没准明天就是大头兵了。呸呸呸呸呸！别听我瞎说啊，我乌鸦嘴，开玩笑的。谁？出来！这又是你们那小特务啊，洪连长。叫洪大顺。洪连长，这类情况你熟悉吗？啊，我们在这打了2年的游击，太熟了。我感觉有点不大对。怎么了？我有种感觉。情报确凿吗？情报准确。不说。咱们距离伏击地点还有30里地，这速度到不了啊！防前进。从最开始我就讨厌你们这个一身土气相脾气的人，他们也算军人，可为什么和这些土包子在一起我会不舒服？低人一头的好像是我们，娘的，那些败类毁了中央军。揭穿拓石，你他妈瞎呀！情况没变，你没看见呢？任务没变。你们别争了，到什么时候了还在这争？知道什么叫执行任务吗？目标必须专一，除此之外，我们不负担任何其他任务。你他妈看见鬼他妈还我亲戚？你他妈有眼呐你！打掉一个芥川岛，就打掉日本一个中队，你说哪个更重要？你他妈混蛋逻辑，你那是？你爱管不管？我们他妈自个儿管！哥几个跟我走！不准走！等我一招！你们要打就暴露了我们，我们在执行任务。好啊，孙子，你知道你爷爷奶奶跟我打？再冷静点！放下枪，放下枪！我
放一枪，让他们走。救乡亲们，冲啊！我让那个小姑娘失望了，根本就不配当军人。他什么叫执行任务都不知道。痛苦，他能理解我在做什么吗？谁能理解？走。拨通了想念。